观的告诉就看到了这一大群幼儿，他们的敲鼓啊很有架势。锦江喜欢叹为观止，刚刚在那里跟我分享，你点出了假嘴哈，他们有说他们农场也自己种菜哦，他们的菜自己种啊，我都问伊讲哦，啊你种菜啊啥人吃，大家吃。我说啊你们吃到我都没吃，他们马上都接下来晚上的菜给施工下用哦，哇这无人教，他家己就会对答如流，很多啦。总而言之呢，教育听到了我们的教育，那样树立起了校风啊，从小中一直呢，到孩子呢考上大学哈，都是呢把这个校风给你已经得占你啦，也看到了。长者们呐、啊，哇，节拍那样的整齐哦。其实呢，因徛着都爱人扶呢，竟然可以把节拍呢打得那样的整齐呀、啊，可见是怎么样的陪伴。我真的很感恩呐、啊，慈济人社区经营长照呢。都是这样做过来的。那接下来就有很感恩也是很感动啊，法师们啊，这一位也是专程啊跟警察还有海巡署前署长都有来哦。啊法师们啊，这样从台北板桥了，几天前呢，也是有一场的。那法师们也领导了慈济人，还有呢，警官菩萨们呐、啊，他们也都投入了。法师们在领航哦，真的很感恩呐、啊，这种精神勉励呀、啊，啊，好像。一艘领航的大慈航，在人海茫茫中啊，也是呢，让大家有一个方向，跟着法师们，跟着大警察长官们走的就没有错了。慈济人、企业界的人士呢，也是这样。往前行哈，但愿呐、啊，佛法呢，在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大团队啦，浩浩荡荡，绵长的，能往彼岸的方向，从迷茫的阴云的凡夫中啊。由法师们来领航着到了觉悟的彼岸去，这是多么庄严的，而且呢，佛法啦在人间，宗教在大觉悟人呐、啊，相无相无不相啊，不执着形象，也不执着这个。名称其实宗教呢莫非都是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要帮忙这迷茫的众生。基督就是牧羊人，牧师他也自称为牧羊人啊，他就是要领了一群羊群呐、啊，那往前去行啊，唔通去散失灵魂呐、啊，这也都是博爱的精神呐、啊。我们释迦牟尼佛呢的慈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是一个大爱的精神。那。
天主的博爱仁爱啊等等哈、哦，都是同样归于这个终点，那就是无私的爱，都是奉献的爱呀、啊。就如我们今年国际间呐、啊，慈济人的地方义和的第一场是在厄瓜多，那地点是在天主的高等岭呐、啊。这个天主堂的是厄瓜多的总主教，他自动打电话给了当地这个教堂的神父，因为呢，我们去年呐、啊，在厄瓜多的大地震，慈济人的投入以工代赈，那教堂的复建呢？在今年的三月啦，我们帮他们动土啦。那四月间呢，哦，厄瓜多又有了一场很严重的，那就是水灾，也是灾情很严重啊。那慈济人呢，再次的踏上了厄瓜多的总主教，他知道慈济在这个时候大概呢全球的慈济人呐、啊、都会同时呢有义佛，所以主教很贴心呐、啊、他自己就会打了电话给当地的神父，神父呢就来向了慈济人说，你们要义佛那就到我们的这教堂来。所以呢那一天呢、啊、也是很庄严，神父也都是很用心帮我们的布置啊，这佛陀洒净、哦、那抚慰地球的那一张啊，这是在正中央的、哦、也是耶稣的前方、哦、那就是用投影的，同样长长的多啊、哦、那很庄严的花与水，跟我们全球的慈济人的义佛呢都一样，那样的虔诚啊，都很令人感动啊，安尼堪劳富有哈、哦。然后有的呢是这行动无方便啊，都是呢很虔诚来义佛，这都是全球呢义佛的第一场。其实宗教没有冲突啦，宗教人的心态总是要放宽放大，期待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方向，那就是爱，为人类而付出的爱，我们都要彼此之间的互动啊。I wanted to vow to Master Chen Yan that Ecuador will become the 55th country to have Su Qi. 这都是期待的宗教，不分宗教的名相啊，那我们有共同的真诚的爱的方向，没有什么的名称 的这种，但是呢有共同的一个方向、哦、非常非常的感恩呐、啊。那国界的菩萨都是用心用爱啊，我也跟法师们说，其实佛法2000多年的啦，我们最紧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现在呢，佛法的航向呢，我们应该驶向到哪里去？要爱大师到多一个所在去，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，从迷转为觉悟，
很感恩，也是很感动。今天呢，因缘成熟，又有我们社会的保姆，更难得的是法师，在人海茫茫中啊，来帮我领航着往前行。对的事做就对了，不管是耶稣、天主、基督、阿拉，在此际呢，我们都是共同方向，让人人呢是那一份的虔诚、戒圣虔诚的方向，在茫茫大海中，从明到觉，这都是让大家人的方向。